红绸想殿下谢罪，当初是我护主心切，屡屡违背小神君的意愿，阻断您与小神君的情缘，令小神君千年受苦，至今难以安顺，这实非我所愿。此前的事情就不必再说了。不，有些事殿下应该知道。 小神君一直深爱着你，他那时为了护你，不惜在你身上打下回忆，让我伤不了你，动不得你。我只好趁他疗伤的时候，抽去了他的情丝。这些事情，小神君全然不知。一边是师门，一边是所爱。 我明知小神君情深义重，却步步紧逼。贤竹贤善受东华嘱托，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。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音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重大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重大？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正好我们的缘。 就此了结。花前是手中线，望着你的眼，这心事在寻找着往事和眷恋。 小神君深爱着陛下，却又不敢牵连大泽山，只好捏断了情丝，避开了你。他那时所说的全部都是违心之言，他并非如我，如他所说。 觉得水凝兽一文不值，可小神君即使被我抽去了情丝，却仍为再次生的情。他想一生都守着你，甚至愿意为你放弃成神。但纵然阿英去不了神界，我怎我办法不回神界？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你了，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都无法相守，我谈何立于神位之上，庇护苍生？ 那时您从幽冥界回来，命在旦夕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混沌之血为您续命。他怕您知晓后不肯用此法续命，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后来，他终于问到了可以帮您重塑仙体的法子，便四处寻找那几样三界罕见的仙材为您炼制着化身。 又从华叔那儿求来了灵羽雀冠，所以小神君对华叔多有亏欠，才会给他玉印，尽力应他所求。他甚至还记上了自己一半的神。正因为有这化神丹所在。 小神君才笃定，以为用他的混沌之力可以封住你的仙骨灵丹，也伤不着你的分毫。可谁知，阴差阳错。说过话也永不相见。 从那以后，三界上下，九州八荒，他四处在寻。是谁说的此生永不相恋？我用血泪抹去离别，只顾的遗憾，奔赴你的永远。
我今日说这些，只是想要殿下了解，自始至终，小神君从未想过要放弃阿音，放弃你。即便是大泽山遇难，他也一心想护全你。他做了这么多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醒了，我刚从河里抓了几条小鱼，烤着呢，一会儿吃啊。睡傻了，大泽山禁谷呀。刚找到小火凤的仙缘回来，你一回来就睡了一大觉，这都想不起来，看来真是累了。来吧，去当好休憩，等我烤完鱼，马上就能吃了。玩吧。往事成默然，却已碰过忘情灯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大泽山找师兄他们？我们现在就在大泽山啊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？会好的，阿音。大泽山的一切都会好的。桂花糕好吃吗？我还没吃呢，你尝尝啊。好吃，怎么样？那个好玩。你看，阿音，望穿之下一颗泪结羁绊，伴住朝暮更迭四季轮转，画面如梦风起尘埃，思念成爱。怎么了？
上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了。我去给你买点心了。大后生啊，你可得看好你这小媳妇儿，刚才她寻不着你啊，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别哭，我在呢。跟我来。这两个吧，我要了。哎，好嘞好嘞。来，这个在我们这儿可是很灵的。你知不知道在人界一起买同性戒是什么意思？知道。你不是喜欢阿音？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这些年一直都喜欢错了人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华叔在梧桐岛上救了我，我便以为我对他的感恩是喜欢。但我后来才发现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华叔，而是凤影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没听我说完呢。我后来才发现，我不仅是弄错了人，我还弄错了我的感情。我对凤影的感情叫感恩，至于喜欢，阿燕，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，陪我出生入死的人也是你，才是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人，也是我真正喜欢的。这是在说什么？没听清我就不说了，这种话你能说第二遍吗？我听清了。生辰快乐，阿锦，希望你往后每一个生辰我都能陪在你身边。长夜风凄凄，窥明月如梦未央，眸光落心上，如何不思量。猩红尘中，似是轮转，有你我同赏，在虚掩荒凡尘只想和你朝来暮往，看人间星霜，只想和你长剑受伤。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我梦里？我看你在这睡着了。我原本只是想把你抱进屋里，但没想到你的意识邀我进了你的梦里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次。我没生气，没事。你方才说你没有生气。红霜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情思的事情，大泽山的事情，你为我炼化神丹所做的一切，你都知道了。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吧。我学了几道人间的小菜，可以做给你尝尝。等等，说什么一笔勾销？就是你想的。哪一件？
欢迎。欢迎。不是说我目视更衣之时，你先暂避一下吗？如此大的梧桐岛，找不到一时暂避之处。哦，你不是说你做了几道人间小菜，想跟我共饮吗？我特地来接你的。我早已备好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来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你。你不着急啊，你慢慢打扮。做朋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哎，这话还真没错。当朋友的好处，你看啊，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他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，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你就可以赖在他的身边不走啊。仙界时间那么漫长，很多缘分可以继续的嘛。你还真是好的不交，这些赖皮的本事倒是倾囊相授啊。我这不是看阿九撞了南墙，想让他开心一点吗？来，在这儿呢，啊啊什么啊？枉我以为跟你同病相怜，找你喝酒，还被塞了一嘴蜜糖。我看你也真是言传身教，这死皮赖脸的功夫，凤仪还真拿你没办法。过奖，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有一些成功经验，与你分享一下罢了。是否真的成功，那也得看我心情吧。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走，我自己去喝个够。阿九，阿九，我要不还是去陪他喝几杯闷酒吧。阿九，在人间有条通道，专引上君入魔，并且冲击。不过已被元起破坏。修言，元起他们带了个入魔的幽君来。烈元锁。入魔太深，已丢了神智，暂且压起来吧。看来九云里那位等不及了。元启，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我们找到紫月了，就在弱水洞中。还等什么？走啊！不可，我与凤已经探查过了，那九渊结界已与弱水洞合二为一。若我们贸然行动，还有可能反而冲破界限。我不管，我要救雪莹回来。再等等吧，我们总有办法可以重新封印九渊的。修言，我见过那些入魔的上君，冰姐威力极强，结界可是撑不住了。确实冲击的厉害。可我还算稳得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也算有些时间。我会尽快在青池宫的神界典籍中找到方法。好，不过我耐心不多，你可要快些找。放心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走吧。
华叔呢？不要白费力气，凝云山结界在我叔儿手里，你找不到他的。如今我叔儿已经晋升为魔神，等他稳住修为，他就会来救我。这仙界，迟早是我孔雀一族。 华叔进了魔，我们需要三界协力寻他下落。我近日看你脸色一直不好，可是有……我无妨，我先将华魔押去天宫，你去照看燕爽，我随后就到。 天雷，是天罚，当初假力混元骗取神光的惩罚还没有受完。那既然是天罚，我为什么会没有事情？他的意思是，您没事，他把所有的天劫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元气，主任，为什么？ 怎么会这么虚弱呢？难道是因为在凡间妄动神法，所以罚上加罚了？小师叔，哎呀，仙君，你快看！小师叔，仙君，贤善师兄。 在下阿善，本也无门无派，真不是诸位的师尊、师兄。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他是天宫新招的司职仙君，竟与师尊的模样分毫不差。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能不能放我走啊？武神倒是曾经说过，祖神虽去，但仍关怀于天地之间。我想或许。 是因为大泽山弟子为了对抗魔族而牺牲，感动了祖神，让一切有了挽回的余地。那到底是只有师尊回来，还是所有大泽山弟子都会重获生机？山门卷，小师叔，你快看看，山门卷可不同。 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师尊，整个大泽山都重获新生了。青叶，从今日起。 你来做大泽山掌教，我。现在整个大泽山就数你资历最深，不是你是谁，我。重启大泽山，就只争你了。
交给你了。按图索骥，早晚可以一一找到所有的弟子，聚齐弟子之后带到大泽山。不想倒是仙脉必难重塑。大泽山仙脉重塑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要一一找齐弟子并不容易，只可惜我尚未痊愈，还无法跟青衣同去找。你放心，其他的事情又交给我。你也知道，大泽山一直是我最念想又不敢念想的。我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，再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，可还好，如今倒是有希望。我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没事的，正好这几日我在金池宫先养伤，若在这段时间你与青衣找齐了弟子，到时我们一同重启大泽山。之后，小神君就这么一直撑着，如今他神元耗尽，肉身消散，仅靠着元神剑的混沌之力才勉强化形，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活着。都是为了大泽山。混沌真神的神力虽然可以重聚仙元，但是想要复活大泽山所有的弟子，这点神力是微不足道的。我最大的罪过就是因我种种害大泽山覆灭，可他却舍命换回了所有人，弥补了这个罪过。大泽山重生之日，也就是阿姨重回三界之时，所以他本就算好了。那个时候魔族动作越来越多，您又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小神君恐怕难再护您周全，所以才顺势下令将您软禁。即日起将阿姨禁于司兵殿，此后禁足青池宫，不得再入仙妖两界，直至大泽山有重生之日。与其让他对这三界失望，不如让他对我失望吧。更何况纵然我想保护他，我又能护他到几时呢？我也确实后悔过，他不过是一只逆天改命逆天而出的水凝兽，若不是我当初在禁锢之中偶然将他孵化而出，这一切他本就不该面对。不如让他忘了一切，去了青池宫，那里有母山设下的护山大阵，还有你的照顾，他定会无事。说他是我的劫难吗？或许我是他的劫难呢。让他忘了我，重新开始吧。我现在只想他好好活着，怎样都好。他根本就没想把我用尽于此，诸事难料啊。
没想到您又为了小神君闯入了罗刹地，当时小神君对阵您敌，神力早已难支，如今快让仙妖两边赶紧退兵，后果不敢设想。 也再更难护您周全。雅音现在的仙力，无论他体内是否有魔，都会在九天玄雷之下烟消云散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我愿意受九天玄雷之刑，以正我清白。阿烟，元起神君。 阿英将火影从锁仙塔放出来，造成今日罗刹地惨案，是阿英之错，请神君降下玄雷之法。我那时候为何偏偏不动他？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为难，我还让他亲眼看着我灰飞烟灭。 让他孤单等待一千年，待我涅槃后，我还如此冷眼待他。九分神元救了大泽山，可还有一分，为何会这样？主人许你千年。 最后寻到你，你仅剩的那一分仙元已经快要散了，所以主人，他才用他最后一分神元。许雷永无生机，求你放弃吧。神力救不了他们，我便用我的神元救他。不行，主人，这是你最后一分神元，你若祭出，将性命难息啊！主人，主人。 阿英是被我害死的，若是我没有办法让她活着回来，我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？我用沧海江光哭，星辰染过桑田，重铸爱的。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？我用血泪抹去。因为我只顾的遗憾，奔赴你的。凤仪，你为何在这儿？ 你骗了我们所有人，你说要找到所有人，大泽山山脉才能重启。可大泽山已经好好的，所有人都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，这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所以这就是你告诉我的两全之法。 对不起，可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，束手无策。不是的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我会努力想办法。找了你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。 好不容易把大泽山的大家找回来，我会想办法好好活下去的。我也不想走，下一直陪着你。 救你，我会去找办法。
凤隐，怎么了？元启，你瞒了所有人，牺牲了自己，复活了大泽山，最后一份深渊也为了救我。你需要我的凤丹，我难道会舍不得吗？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不要你的凤丹，我好得很，好得很。袁生健，你说他还能撑多久？以残存在我剑身上的混沌之力，袁生健，说，只怕不足三月。可以救你的，王爷。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回来，我知足了。千年前我失去了阿音，千年之后，你忍心让我失去你吗？可我怎么忍心失去你？小神君。红尘姑姑，怎么了？发生何事？凤凰殿下，红绸深知从前做错太多，但凤凰和神君未曾追究，令红绸愧不敢当。今日红绸无论如何也要说出一件神界禁密，来弥补往日之过。日后。就算颐和真神重罚，红绸也甘愿。神界禁密，姑姑起来说吧。其实要想让小神君重塑神元，除了凤丹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有一物可替代凤丹开启元神池，那便是开界元晶。此物乃祖神为开辟各界时留下的根本，它无根无凭。不具武灵属性，却可以吸纳万物的元气，蕴养为仙。所以只要在开界元晶上附上殿下的凤焰，它便可以吸收殿下的本源之气，加以蕴养，便可以替代凤丹。开界元晶在何处？这世上唯一留存的一块，乃祖神为封印冥起开辟九渊煞域时产生的，所以那块开界元晶就在九渊煞域之中。九，凤爷。神君，凤凰，末将一直在警戒北海。就在刚刚，玄池的若水洞中突然出现了浓重的魔气，末将等还未来得及禀奏天地，不少兵将便被魔气吸了进去。听到了吗？此地完全被魔气浸染，太危险了。此处等我。凤隐，开界元晶和我的凤丹，你总要选一个的。总有办法的，你先别冲动好吗？只有开界元晶能够救你，此行我必须要忙。凤爷，元神剑，小凤君，凤爷，拂尘，凤爷，别去。至少不是现在。如今之若水洞已与九渊煞域合二为一，若我们轻举妄动，很有可能会让九渊现世。你还记得我与敖哥说要找到封印九渊的方法，我如今已有发现，等我确定，我们再去找那开界元晶也不迟。我会找到办法，何况不是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我撑得住。好，那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好。原来是要带我来这儿，真好啊，一切都没变。
是因为有你，才会恢复生机的。所以你让浮尘拉着元神剑去喝酒，把我单独叫来这里，就是为了看看。子健在大泽山的时候，便就喜欢吃吃喝喝。我也与你说过，想做什么便就做什么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酿豆腐、酱肘子，还有这梨花酿，没想到千年之后还能喝到你亲手酿的。人界好玩的玩意儿，叫皮椅。他会讲述一段故事。你看，望穿之下一颗泪结羁绊。朝暮更迭，四季轮转，幻念如梦，风起尘埃，思念尘埃。这就是人间的皮影吗？笔墨浓淡，去往事沉默然，却已碰过忘情的幽暗。这酒梨花酿，下次再与你喝。这就是百日醉。为何？我知你不想让我去涉险，但九渊杀鱼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。元起，这些年你做了太多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做。元起。花开，花谢在共赏，与你手岁岁悄悄。这是秀妍的手札，所有重要的事情，她一定会记在上面。封印九渊煞玉之法。以乾坤台所诞生的神君本源未济，可重新弥补结界，再取真神神元为锁，便可加固封印，封禁九渊众魔。真神神元，难怪青灵千年前一定要取元起的神元，可如今元起他。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啊？要乾坤台所诞之神的本源，那就来取我的。虽然比不上真神，但只要能多封你魔神一日，只要能救出秀妍。竟敢给我下套！元神剑！哎呀！看我把你劈成柴！疼疼疼疼疼疼！疼！我身上那些好的不学，这些惯人百日醉的坏手段学倒是挺快。元起，还好我了解你，特地叮嘱元神剑，若久不见我便已感应询问。这一次去九渊不仅仅是为了救你，修炎也在里面。你与秀妍守护了我们这么久，这一次我们是一定要去的。秀妍之事，人神剑方才告诉我了。
现在又有敖哥助你，我也拦不住你。既如此，一起冒个险吧。混沌之初，这世界本为一体。祖神不想这世间过于寂寞，便取了神界的一部分，化作下界。此时下界还充满着混沌之气，于是祖神便将混沌之气分为了现在的仙气、妖气与幽冥气，再以三界之高的地喜为师，铸成界碑。自此三界气息分明，互不干涉。从此三界诞生，分庭而立。仙气、妖气、幽冥气，本就是混沌之气分离而化，若是三气合一，也是混沌之气。没错，只要将三界的界碑撤除，三气合而为一，即便没有真神神元，依然可以封印九渊。幽冥王，这便是我寻得的办法。你乃是幽冥之主，只王印便能移除界碑。这确实是三界诞生至今都未曾发生过的大事，它会让幽冥界气息变得混乱，幽君无法修炼。不过这万年来，我作为这幽冥之主，威严肯定压得住，但是仙妖两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仙妖两界我自会想办法，只要你同意，到时等我消息。三界同时撤出界碑，只需一刻钟，便能让三气归一。我相信你。正好，我们四个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在一起了。等日后所有事情都平息了，我们倒是可以经常在一起，听听风，看看雨。如今我们妖界、幽冥界两大宝物都已拿到，只差天地喜了。明日我便去找师尊，请天地喜，届时三界气息合一，混沌封印九渊。但如今，华叔晋神魔神，下落不明。华母又曾说过，他要得到天界，我担心华叔会对地喜出手。天地喜只认天地，并非谁想拿就能拿得走的。也是。但我们还是多加小心。都已经来了，还犹豫什么？是有急事找我吧？师尊，我们想借天地喜封印九渊，是缘起的主意吧？姑姑，若真如古书上所说，这个方法一定有效。你想打开三界界碑，用三界之气合成混沌之气，然后用之镇压九渊？没错。这主意很大胆，却值得一试。只是地喜如今已不在我手中。地喜不在？地喜已自动归位回九宫塔之中，你们想要拿到地喜，唯有成为下一任天帝。那我便去镇镇天帝之位，去九宫塔里拿到天帝喜。为何这往上走的云阶无穷无尽？小师姑，小师姑，
阿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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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呀！这么久没见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你可来了！若不是让青鱼去找你啊，还真找不到你。你呀，一个女孩子，没事少往禁谷跑，有很多凶兽，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危险的是那些凶兽吧？这丫头成天凶巴巴的，那些禁谷的凶兽见了她跑还来不及呢。怎么了？我就随口一说。你盯着我干嘛？阿金。师尊。你又欺负小阿音了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小阿音的眼圈都红了。小阿音急着找你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东华的关门弟子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为小师妹，是师兄了，以后我也是师兄了，太好了，师兄的样子，太好了，是啊。阿音，这剑穗啊，今日便赐予你了。我来吧。来，小师兄，受你剑穗。怎么了？不乐意啊？乐意。我乐意再见到师祖。师兄，大尊上，但我不能沉醉于此。你便是梧桐岛的凤隐吧？前辈是。青琼。青琼仙尊，听闻您在游历四方，为何会在这九宫塔里？选天地是大事，这九宫塔的第二关望心境，又需要一名精通幻术的仙君把关，我就只有回来帮忙了。丫头，你是如何勘破幻境的？贤善师兄向来敬礼数，自然不会让阿静夺了剑穗。阿静敬重师尊和贤善师兄，也断然不会夺那剑穗。哦，只是如此？的确不止如此，是因为眼前的画面太过于美好，但我心中却只有难过。当时还没有想起来，不过当我听到他们叫我小师姑的时候，那一刻大泽山湮灭的画面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所以我不能再沉浸在虚妄的美好中。大泽山只有一处，它深是我的山门，它亡亦无法替代。此时我要做的便就是让这三界
不再受到大泽山那般的磨难。很好，你过关了。若做了天帝，要记得这份初心。去吧。没事吧？地喜是我的了。华叔，你爹在此，你可想清楚，最好交出地喜，并退魔君。叔儿，华叔，你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骗了你？蓝风被杀当日，凶手被黑雾隐身。如今你好好看看，这人究竟是谁？哼！当年杀蓝风、杀林森，乃是一套连环计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挑起仙妖大战。如今巨妖幡就在他手里，他怎会不知道杀害蓝风的凶手是谁？蓝风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休得挑唆！那为何？蓝风被害之后，你急着把红雀踢去仙谷，贬去人间。夫是花猫。我闻魔神讨来这催星咒法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听我号令，激起巨妖幡，打开怒视妖门。开门了！开门了！开门了！慧儿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快回来！你若还敬重蓝风，便看在蓝风的份上，信我一次。孔雀族华叔罪无可赦，今日自请耗尽仙元，将魔族永封巨妖幡。我不求什么宽宥，只是我族人乃被逼无奈才修魔道，而今我已将他们身上魔气抽出，
求诸位看在他们身不由己的份上，不要赶尽杀绝。华叔将永守居妖幡，为族人赎罪。你已闯过九宫塔，是新一任天帝了，该如何去做，你自己下令吧。孔雀一族，罪孽已由华叔还清，从今日起，众仙族不得刁难，违者重罚。谨遵天地之令。免礼。是魔气。在三界中来去自由，是明气。我们跟上九妖幡。走。巨妖幡为何会孤零零地落在这里？因为真魔之气已被我取出。自然就没用了。明启，不，那不是他的本体。你别着急，待我打开九渊，有的是时间叙旧。他在吸收那些被镇压在这里的魔气，他要让本体现身，阻止他。元启，你果然聪明，可惜太晚了。三界的空气还是这么好闻。把他逼回去。三气合一便是神界的混沌之力，你逃不掉的，明启。你死到临头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笑的是你，敖哥。你可知道，修炎此前冰解封印九渊，若不解开之前的封印，又加一道新的来封印我，那修炎将会跟我一样，永远出不去。
若你现在终止手中的封印片刻，修炎便能借这一瞬逃出去。你不试试吗？敖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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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清醒一点！敖哥，敖哥。三界阵法已毁，你区区一个空窍，何必过来送死？三界仇，有我最爱的人，我不会让你毁了他。元神剑。
江神君，阿静。凤凰，小神君已经不在了，而我跟红绸也要即刻返回神界，您要保重好身体，节哀。你们要走了？缘起缘灭，终有一散，小神君毕生守护的下三界就托付给您了。缘起缘灭，他用尽全力想护住的夏三姐，我会替他守住。
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缘起深渊尽散，现在唯有魔神本源才能帮他重塑神格。待他神格重塑后，颐和真神才能用混沌之力为他续上生机。我说为何颐和真神不肯救他，原来只有明启可以救他。魔神真的愿意救元启，老朋友。你与元启虽花叶不相见，但阴阳可共生。修言说的转机，本尊突然也有了兴趣，试试又何妨？你曾经有一世在人间历劫，神元尽散，本应灰飞烟灭，但元启为你渡了一分神元，助你涅槃重生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一分神元也可以救他自己。阿音不用担心，这是元启的混沌本源，需要回到元神池修养。他得要多久才能回来？世间万物的生灭，不过机缘二字而已。镇魂塔之中有一丝元启的混沌之力，如元启复生，镇魂塔便会有反应。混沌之神似万物而生，若能将镇魂塔之中的混沌之力带去吸取万物的灵气，便可加速元启的重生。只要有一丝机遇，只要有他回来的可能，我做万事又有何妨？
原来这就是妖界。我看，嘘，能不能小点声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我们仙妖两界关系向来不好，你的治愈灵力又那么稀有，小心一只妖跑出来，挖了你的内丹，吞了你，听到没有？你就跟我走吧。走走走，前两天才聚过，就在那边，挺近的。哦，前面那儿是吧？对，走，那儿有好多好东西呢。是吗？你听说了吗？隔壁兔子窝竟招来一只小仙君做赘婿，那模样可真是俊俏。据说这小仙君呀，本是只玉兔，觉得天宫无聊下凡游历，以为兔子窝有趣，才决定入赘的。时隔数千年，仙妖终于破出了隔阂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修行了。是啊，咱们以后可以一起切磋修为，把酒言欢了。如今仙妖并起前嫌，友好往来，仙祖来妖界，无需再用化仙笔遮掩真身了。这是仙妖两族的和睦之气，多想你快些回来看看，看看如今的太平盛世。来一场看一看，好久好久了，爷爷们啊！老板，我来一个，吃什么？慢点吃。人间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，你我从前走过的街市早已了无痕迹，但是那些我们喜欢的事物竟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着。姑娘，看看糕点吧。我跟人间的大厨学了绿豆糕的新做法，我盼着你回来做第一个品尝者。是团圆之喜的灵气，我何时才能感受到这份欢喜？何时才能不这么孤单？
其实与回首之前。